然后，哎，是这一台吗？是这一台吗？哎，果然是，好，不要拍到车哈，就准备上去了，哎。我先坐前面。嗨，伙伴，你好。哇，我输入目的地。哎，这是星光吗？哎，对，好，星光百货。好，安尼，今好晒不？还可以啦，蛮忙的。好嘞，好，我嘛司机耶，我是伙伴。我觉得你应该是真的刘伯武哈。哈哈哈哈哈，听你的声音应该是。哈哈，系啊。哇，久仰大名呢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不啦不啦，我很高兴坐你们的车子。我刚刚以为大概是开玩笑的什么的，不会了不会了，上次我去高雄的时候，人家还说，那个我上去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你是开玩笑，我说没啦，我马上坐车啊，赶快啦。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这样觉得。真的哈、哦。嗯。因为之前有一次很好笑，也是那个有一个人在那个台东殡仪馆那边，然后他叫车嘛，然后那时候晚上也是大概七八点，我觉得我看到殡仪馆，我觉得心里就毛毛。就我看到他那个名字，他写说我也是 Uber 司机，突然觉得，我以为他跟我讲话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对啊。可是我刚刚看到你的名字，那我就说，但应该是开玩笑成分居多了。哦，不会了，不会了。那我刚刚我就想说，哎、欸，你上车之后，我要听一下你的声音。好，确认一下。我听你的声音，我就知道是真的。哇，真的太巧了吧！没啦，我嘛是坐啊。再让你说我的荣幸呢？没，我的荣幸应该是我的荣幸。对，我很高兴坐伙伴的车子啦。哎、欸，包括哥，请问一下，是那个这两天那个乘客都在问我，他说这两天那个台中的 Uber 车好像变少很多，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趋势、欸？应该是乘客变多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现在过年呐、啊，大家在招总啊，是，我看是差不多呢。但我没有官方的数据啦。对对对，我自己的感觉是因为乘客变多了，因为这样，尤其是今天晚上开始哈、哦，到，哎呀，这个去年也是这样子啊，去年一定要销个，销个最后一枚啦，哎呀，迄车拢足歹叫呀，哦，啊，有阵时就塞车，有阵时就是行李好是好，但是塞在那里的。所以我不是因为三堵之后司机变少了，而是因为乘客需求变大了。应该都有影响，但是目前还没有过啊，啊，所以就还在谈而已嘛，还没有拍板，是拍板，但还没有定案呢、啊。哦，了解。哎呀、啊，反正游戏规则大家都知道，啊，讲是这样讲，反正就怕就不要来了。那现在目前游戏规则就这样子啊。对，我现在也是保持着娱乐最高，还是不太确定的心态啦，因为现在毕竟他那个新的法律他这样子，因为就真的是蛮。就蛮可怕的，然后他现在改了，他新闻就一直这样报了。嗯，欸、不过你是专职的嘛，还是？对，专职。就我前两天来看你影片，那时候我就边看一边听嘛，然后是听你讲诈骗的那一个。对，那个诈骗，他控车的那一个。诈骗那个，我跟你讲，其实早期中国的网军就已经在全世界在拼了、啊澳洲也有人挂点的、啊。澳洲的司机有挂点的，香港一次挂二十几个，快要三十个。好啊，香港司机去抗议啊，说这个我们被骗了，结果被停权这样子。你在网络上应该没有在露脸吗？我网络上哈、我不方便露脸了，对，因为很多人在找我了。哎呀、啊，哇，真的是哦，荣幸真的。不啦，我很荣幸的。没有，我很多人找我是，就因为你一人对众了啊，你没有办法。花那么多时间跟人家讲，所以都尽量都网络作业啦。啊，不过有的就是要，就是真的完全袂晓，我才去甲教。哦。迄有的就年纪足大吼，啊，有的年轻人他网络上就会了，就赶快把它弄一弄就好了。其实我开大概三个星期而已。三个礼拜哈。我看刚加入没多久。哦，那你开得很好啦。哦，谢谢。我看你很顺啊。哦。很流畅啊。慢慢学习啦。这拢爱经验啦。啊、你乘客端那有开来看吗？乘客端，有时候我不太会。那还好。如果有偶尔要看一下，就是说你那个地方会不会太挤啊？啊，像今天晚上就不用开了，因为今天是需求量比较大。那有时候如果是比较那个不是尖峰的时候，乘客端要开来看一下，比较顺。如果你有什么 tip 吗？比如说怎么增加它的那个加成那个收入？因为我这样看，我觉得它其实，我觉得美国，
没有，不然你怎么看呢？你的车是较耗油的对吧？可是我觉得不单是油，我觉得你就有的是说哈，有的是说它有那个保障方案的时候才出来，有的会这样子。好啊，因为你如果是没有保障方案，然后又是那种很冷清的时候，那个当然在等的时候就很耗掉。啊，像我都不会这样算了，因为我如果在等的时候，我不会在车上等，我一定下来运动的啦。啊，所以我就不会觉得耗时间，而且我运动的时候还跟找人讲话，找人来开啊。所以我两边转啊。找人哦，了解。哦，你底下还有司机在帮你开？不是啊，我找人家来开啊。哦，就问看说你要不要开 Uber 啊？哦，了解。然后所以我就兼运动啊，兼跟人家讲话啊。所以我就不会觉得很浪费啊。如果你是在车上等的话，就看了、啊、年轻人应该是车上等的时候就听个英文吧，哦，英文拼一下，英语拼一下其实蛮不错的嘞，因为台湾街嘛哈。真的，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还是要去国外拼了、啊。其实包括我是从事国际贸易的。那赞啊！我是因为我之前我是在公司服务的嘛，然后我现在我是离开自己在接工作。哦。我现在工作还没有很满，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我出来。对啊对啊，给减谈啊！啊，有娶某未？啊，未啊未。啊，紧娶娶娶！我今年28岁。啊，娶啊！我嘛二八娶啊！紧娶紧娶。对啊，因为我刚好要遇到那个。嘿，莫无娶某。二十岁啦。啊，赶快，嘿，无差啦，啊，无差啦，紧娶，有嫁的，莫过过，莫过坑过年啊！我答应我妈妈，我甲讲30岁我就娶啦。啊，想啊，明年就一定要娶出来啊！啊，讲莫去催啊，莫去催啊吼！嘿啊，鸡生贵啊，无台湾经济吼，对人伤少会趴落来，大家拢歹生囝，你看嘛，好不好？我看你在开车那影片，有的就在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，就在双十路上面跟金湖那边。啊，对，那个比较印象，对。我都跑来跑去的了。啊，伙伴，我今嘛打多少录影了、啊？啊，但是我都没有拍到你的车号，啊，也没有拍到你的那个人，我只有拍到那个暗暗的画面这样子而已。哦。我想说也来拍一下那个司机的心得了。哦。啊，不然不知道说刚刚那一段对话，包括现在这一段对话，你有什么？应该没有暴露身份的，因为你就是做国际贸易，都在做这个。可以啊，可以。好，可以了哈。你是要放 YouTube 的吗？对，我放 YouTube 啊，那大家注意一下。啊，我会检查一下，看有没有不小心拍到车啊什么，我都会把它弄掉。麻烦你啊。好，谢谢你。然后我感觉注意啊，啊，不然我刚拍实况，给弄底下拍我搭地底下走来走去啊，哈，啊，再来坐伙伴的车，你感觉注意啊。OK。啊，咱塞车要足小心的。谢谢。因为哈。你平常时你也无你塞车的时吼，你一天塞两点钟的机会都无大。啊，人家塞车的时，只要塞六点钟、八点钟来塞吼，那个风险变很大。嗯。啊，这个就是其实是我们最大的风险。是啊。啊，免来讲，你都各行每个行业都有它的困难的地方。嗯。啊，你下暗要塞到几点？今天看不看暗啦？看。今天就是出来就是要站到12点的。我今天下午比较晚出门，今天下午2点才出门。哦，人迄台北吼，迄位伙伴那笑诶，塞十外点钟，一个月拼10万。哎，我有听错人，台中不可能啦，台中你拼到死也不会10万。其实我本来有考虑想要去台北开看看，可是因为你要考虑成本，我那边路完全不熟，而且就是那边其实被检举很高的几率，所以我我觉得北庄好像差不多呢。真的吗？你感觉比较多，因为那个人比较多。嗯哼，而且台北你就去还有地方住。嗯，你没有地方住，那成本很高，而且你有地方停车，停车成本很高。嗯，哎呀，所以这部分如果能够克服，要去台北去救台。之前我有个朋友，他跟我说，他有认识两个人，嘿，两个女孩子啊，对，啊，他们两个就开了一部车，就上去台北。啊，对啊，可以啊，啊，然后就一个开，他们就是24小时在站哦，是没有错，一个开，啊，然后在睡觉嘛，有，然后等一个累了，他就回去睡觉，换那个睡觉起来。有，台中也有男的司机。去年的时候，两个小舅啊，两个小舅去台北拼啊。是哦。啊，因为这样租房子也便宜嘛。嗯。因为就是交替睡觉啊。对啊，对。这样租房子也便宜，而且他停车不啊，怎么克服我也不知道了，因为觉得台北停车都太贵。嗯，对啊，对。啊，所以就是安尼啦。这天气不好的时候，拢爱加减谈。我跟你今天遇到你，大概是我今天的 highlight。
我是这星期的 highlight。我很荣幸。哎，你有加 live 吗？你有加群组吗？哎，我有，我有一个，我是。你也加入我的群组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哎，可不可以？你反正我的群组不难加了，你、嗯、你搜寻了部落格哈，嗯，啊找我的赖来加好不好？好、哦、啊，可以、啊。你加我赖的时候，你给我叫一下。是你个人的吗？对啊，我创很多群组啊，你台中的群组我都有啊。哦、oh, okay. 啊，哎呀，你加入台中的群组，让被大家被联络，靠联络了。好啊，好。哦，还是我等一下 QR code 给你扫一下，这样子。QR code 好啊，也可以。我来扫一下 QR code。你要，包括你是要到正门口吗？还是后门？我到后门就可以了。哎，麻烦你了。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会不会不礼貌，可是我伯伯哥，我可以跟你合照一张照片吗？哎、不好意思，我因为我很想啊，但是我真的。不能曝光啊！好，没关系，不方便曝光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那转头用我的眼睛拍照就好了。运动鞋安内啦哈，比如说我们试一下，再约个地约个时间来喝喝茶、聊聊天，这样比较好。哦，不要拍照这样子。刚开玩笑说用眼睛拍照。好，眼睛看一下就好了。哎，好，当然是好啊。嗯，我了解，我明白。好。这有的就感觉我是官方的啦，但是我都不是，我就赶快手机啊。只是说我介绍比较多的司机，就网络上很有名，就是哎、对没？找 YouTuber 都会看到你，而且很好认，因为你每次就是温秀下面，就是挡风玻璃下面就是那个 Uber 那个啊、哦，对那个 Mark 啊、哦，上面嘛，对啊，啊就是讲拍一下广告嘞、这变 Uber 这种模式变趋势啊，其实台湾也很难挡啊。今天车子很多，你要小心开。好，安尼只要有警车，咱就搁挖较头前的，这红线袂使停。嘿，不要紧，你就再往前，过了那个红绿灯再过来。好啊，反正无差。行车好。伊一只就是不爱让人停啦，因为惊一定足侪人要停的。对啊。咱就免。你只要公路总局无甲伊做伙，我就袂惊。哈哈，我嘛是爱惊，我一届。我一次在那后火车站的保安公司那里，警察叫来跟我说，我在后面看你很久了，你这红线你停到这样对吧？我那次没去罚，但我一次在火车站就去罚了。我当然有时候就你违规就不会说，违规就是笑笑了，反正就谢谢。后站那边不好停，很难停的啦。有些乘客在叫车，他都在那个全家那边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全家那边，那个后面整排计程车呢。对呀。啊，我们前面在的感觉好像从你说现在后火车站对不对？它的那个地方实在是太小了，对啊，路又小，然后那个火车站盖的又小，对啊，因为它前面那一栋大楼没有办法征收，征收不好势，所以然后个就格局就小，另外人家都会抗争你啊。啊，咱总袂当讲要停，就插入去看车街内底哦。哦，别别别别，所以都往前一点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你是往前一点嘛哈、啊，就尽量都在全家之后那边。对对对，就往前一点就好了啦。我就有一件事，我会观察，那一看就看得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们这些宠物他们的地方去载客。哎呀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啊，而且嘛，无要停，伊嘛拢甜甜呀。哎呀，我大概位啊过拢甜甜，这根本无空格啊。啊，够有人伫遐管我。哎，迄是迄个一交啦，一交伫遐指挥咩？那个地方太小，路太小了。我把对个号码是对个车来着。嗯，一中夜市来的。哦，迄不爱插伊啊啦，迄个确定叫伊行出来啦。我知啦，有这种情形啦。嗯。他说：“啊你现在是要走出来吗？还是怎样？”他说：“你可以开进来吗？”我说：“好，谢谢。”那我就取消了。好，安尼一只，加一只奶嘞。好。看一下，看有警察无？没关系。我用迄、那个。我用天马有在扫，是吗？我显示给你，来，谢谢，好麦翕着你，我甲影片袂用花式。好，有了，有哈，哎，好，感谢，谢谢你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下次见，没关系，拜拜，拜拜，我看我先把这个影片。